今天我们去 Costco shopping。这个45块钱俩菜板，打折来了。果店不错。想聊这个你要怎么吃啊？当水果吃。不用吧。这蘑菇看着好像挺厉害。咋吃？我涮火锅呗。哎，可以。哎、嗯。冷冻的蔬菜粒。我朋友说这个好用，就是做菜喷的牛油果油。OK。午餐肉。哇，好想要一个呀！不要。好想要一个呀！以后用。不要。消毒纸巾，买两个。这个是什么什么眼镜水？打折呢，不错，来一个。今天买的绝大多数都是不打折的，因为它打折东西实在太少了。猜一猜这车多少钱啊？我觉得盲猜167。噔噔，哇，179，我刚才你说180。嗯。Costco shopping 结束。